的故事。那为何这些干果必须是什么呢？为了贩毒公司，跟他说起这些放弃上学，他怎么全部干掉呢？因为如果人用太多电子产品的话，它就会就是占了，就是会让星星减少，星星就变少，星星就变轻了，知道吗？现在是一个什么价格呢？根据统计。